所以我们申办新版的护照在世界通行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今天是我们新版护照发行的第一天，那很高兴能够来到领务局，看到有很多的民众啊在这边申办新版的护照，啊也非常高兴我们很多的媒体朋友啊对我们发行新版护照啊是有感到高度的兴趣。那我想大家刚刚已经看到我们新版护照的这个样本，那这一次的新版护照除了保留我们原来的护照的这些啊元素之外，啊，我们也放大台湾，让我们的护照台湾辨识度能够更高。那我们已经啊周知各国，也通知了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协助通知各家航空公司，所以我们申办新版的护照在世界通行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那在这边也要呼吁啊，我们护照快到期的这些啊国人同胞朋友啊，如果想要申请护照的话，就赶快来我们的领务局申办新的护照。那即使大家的旧的护照还没有到期，还是可以来这边申办新版的护照。